有鸡腿的，哦，烧肉有烧肉的，但是没有我的话，这两只烂鸡腿。你们把它红多了，开玩笑。聚光汉典。啊那其实啊，身为一个电视公务员来讲啊，我们这个有没有得奖，今年对我来讲都是一种，我就是今年的最佳绿叶啊，陪伴的就是你们，有便当，有鸡腿的，有排骨的，还有的哦，烧肉有烧肉的，我通通是白饭，我不是主菜啊，但是没有我的话，这两只烂鸡腿。看点应该比我大。因为自从露露得奖之后呢，入围的无一获奖的变成是维基百科，我又多了一个 title。因为我算是第一次啊，所以我还在享受那个新鲜感。第一次入围，然后第一次就得奖，哇，那在家里的地位不得了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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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把它红多了，开玩笑。你们刚刚问我会不会紧张，我最紧张的就是宪哥的发言，就是在此时此刻。红毯，因为他们送了我一件西装啊，总不能穿了然后去跟别人走红毯。那今年我想我们三个就。好吧，好哎、欸，久违的，久违的，哎呦，没有，哎，哎，已经刚刚上一段讲完了，你们有送西装吗？刚刚没问，我们要走吗？你要跟我们走吗？你们刚给我们套西装了，那还是我们走一个团体的哦，团体奖，那要排舞吗？因为走团体不行不行，这样太像那个了，我们要分开走，要分开啊，这样走最多次的、啊，对啊，就三次走一走，然后回家睡一觉的，对，换装换一下，敬业一下，敬业。要走三次吗？需要。没有，但那个 Sandy 不跟我走啊，哦、他说他已经有邀了一个男神了。许光汉。哎呦！不能讲。哎呦！或者是许光汉典。啊！我现在也都跑不动了，干你们了，辛苦了。但他们两个真的扛起来。如果玩很大，没有我的话，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做，可以做得很好。但是没有我们的肖斌呢 ，Kid， 他就不叫玩很大。因为他是玩很大的精神，他屡屡都刺激了我要继续往前冲。我那个放弃的心呢，至少出现过十次，但是我竟然没有一次放弃。他现在又因为有达达，对呀、啊，他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运气，然后又非常认真，已经综艺感都慢慢出来了。本来是有一些偶包，现在通通没有了。那我们现在比较有偶包的还是汉典。对，因为要发片，我没有什么综艺感，因为我要唱歌嘛，跳唱，所以很多霓虹灯，对，所以有一些霓虹感。大人不可以换档。